我在这儿呢，啊！你放心，许如桂已经被抓了，你现在在家里，很安全，别怕。 萧锦约是来了，我们就来不及了。乱臣贼子，不是的，王爷，我是楚楚，我不是反贼。楚楚，别跟他废话，他就是来杀你的。不会的，王爷不会的。逆党以后，按律当诛。之前就算本王看错了你，从今往后，你我之间再无半点情分。你若现在束手就缚。 本王可念在旧情，给你留一副全尸。楚楚，别怕，舅舅带你走。哼，笑话！你们以为这样就能逃脱吗？来人！哎呀！楚楚，我在这儿呢。啊，你放心，许如桂已经被抓了，你现在在家里，很安全。 别怕，烧退了点，感觉好些了吗？谢谢王爷，我只是做了个噩梦，梦见你又不要我。 我既然已经答应了你，便不会出尔反尔。楚楚，记住，以后无论遇到什么难处，我都会尽力帮你解决的。我没有难处，只是做了个梦而已。在梦里也要记得。嗯，我记住了。先把药喝了。 楚楚醒了，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王爷，许如归已经熬不住了。好，我去看看。你一会儿吃点东西，就回县衙休息吧。好。